我也想避，我也被压的人。算了，他该怎么讲？然后呢？可能他会想要，没地方躲了。对啊，没有地方躲，然后可能他会想要推他。但是如果那个男的做力气很大，他可能很推不开。哦，我知道，就直接用踹的。对啊，穿卫生高跟鞋。哎，你说踹的吗？用踢的。用踹的。对，当然也可以这样子，但是那个男生可能他不怕，也没办法生小孩。所以。 所以干嘛还帮他想啊？对，反正伤得太重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学武术就不想要，不想要伤害。那么这么重的伤害，所以我们来做的就是很简单，你要我来，那个老师，你不想面对他，可以的，那明显，两个都可以的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趴着的手，手持而已，一只手持，哦，有一只手持，脱鼻孔吗？好，趴下去，他想表演亲而已，亲而已，没有，直接压这边，这边一二三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但是呢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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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重点就是不要用这样子的，可以直接推一点点就好了。哦，推，对，因为推这个不是穴道，就是上面的一点trachea，这边气管，对对对，这个还有这个穴道在旁边，这个不要，就很有，其实自己压自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其实是有不舒服的感觉。这个当然有，有点会想吐的感觉。对，哎呀，真的，到了，哦，真的感觉呼吸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真的。 Daniel，Daniel，Daniel，而且他在台湾还有在教英文，英文啊，对，你不是说当老师吗？就跆拳的老师，跆拳的老师，对，我说的老师，对，其实我们节目我常常碰到这种高手，我都希望他来上我们节目，对，以免说就是说你，哎，做认识他以后就知道哦，哎，这个人好像上过飞哥的节目，对，离他远一点，不要轻易冒犯，麻烦就自己倒，都麻烦了，好不好？非常谢谢老师的表演跟示范，掌声鼓励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飞哥，谢谢。 全新超爆！